我们刚刚去玩石门游憩区，就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轮胎没气，因为扎到一颗铁钉。原本请道路救援跟花莲，他来到这边要120分钟到140分钟，想说灌完气然后往市区走，就往市区至少要开40到1个小时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换车子后面的备胎下来先替用，然后等明天早上的时候再换，因为现在已经到市区，四点到市区五六点可能人家也都关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自行先把轮胎擦完，所以我们刚把车子先架高，然后现在准备换轮胎，刚好现在还有点阳光，然后现在目前的温度大概36到38度。我跟我爸现在正在外面换，然后我们的轮胎在旁边，然后现在还有点还好，我只能说老天爷还是有保佑，至少现在没下雨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换轮胎了。轮胎先不要用高。哦，轮胎先不要用高，因为它卡住，所以说你要先放松。哦，我以为是先把轮胎用高。你先放松。对。你把它用开以后，先把脚架架好，然后放松之后再抬高。对，不然你放松它会空转。哦，对，因为车子现在啊，车子要熄火嘛，没差，没有啊，它要松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再把它架高。哦，是用转的，对，不是用踩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学很多尝试，以便如果在外面，很多时候是得靠自己的。常常在走花莲的时候，很多在施工，然后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铁钉什么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有碰到铁钉，它是扎在我们的前轮，所以它气梗是慢慢卸掉。只是我们现在准备开车，我就觉得怎么车子扁扁的，我们现在再把车架高。突然觉得爸爸真是什么什么蛮灵哎，哦。万能的，真的是很强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妈妈。啊，她在干嘛？妈妈，妈妈，凉吗？哦，我妈妈在车上等我们换完轮胎，还有演员在车上。目前车子冷气开22度。我跟我爸目前现在38度，正在外面换轮胎，而且重点是我穿着裙子也蹲在这里换轮胎。其实我也不是在换啊，我在学啦。我们把车架高，现在把轮子给螺丝换下来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我们刚才在车上研究行星、地球跟还有个什么月球，有没有？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下到轮胎算地理吧，地板啦、啊。每次在花莲的时候，就想说，如果开到花莲市区，若车子有问题的话，在这山路是要怎么办？结果现学现卖，我们给你看轮胎戳到点就在这。哎，我刚好看到它的洞，这边，这颗，所以它慢慢泄气，然后这时候是不能拔掉，不能，对，不能拔掉。我们先要装上新的，不，超重，先去后面。我们现在要换上新，是新的比较小，可是只能没办法，只能先备用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开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先这样，我先来帮忙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。我们现在换上新轮胎了，换上新轮胎，把它放下来，要把它放下来，因为现在车身是高的，我们现在用的是备胎。我们现在先把车子放下来，记得抬高之前手刹车要抓紧啊。所以就是先架上去增高的，再把螺丝松开，松开之后再把车抬高，再把那个轮胎拔起来。好，车子放低了。那他为什么备胎都要用这种小轮胎？就是要让我们一定要回到车厂换轮胎就对了。对，因为现在是备胎，所以其实它非常的小颗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开
我们就要开慢一点，然后等明天一大早再找看附近哪里有修车厂，先换轮胎，安全为主。他怕你备胎，他怕你换好了你备胎不修理。对啦，如果一模，因为我刚刚有质疑说为什么不要备胎直接换一模一样轮胎，可他说这样换完之后理论上人就不会拿去修理了，也是有得用通就不会修理了。啊，这个就不用太紧了，稍微扣住就好，因为到时候还是要去换新的轮胎，所以这时候就觉得有个姿势霸真的很厉害，辛苦了。现在还是用低的，嗯，很好。我们花了，我们花了五六分钟就换完了，好强哦。这个很快啊。嗯，好强。因为我们刚原本想说call道路救援140分钟，140分钟，都已经两个多小时了，我们决定换备胎了。OK， 没关系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，我们很快就恢复的。那不会啊，我们又学到一招了，换轮胎，你们也学到了换轮胎、换备胎，很好。还好现在太阳，现在有阳光，还好没有大太阳，不然我们两个可能会变肉干。因为现在目前4点快5点了，所以太阳没那么大了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收收要准备上车了。你看我们的妈妈多幸福，她就在车上，我再看她一遍。欸，我们车子修好了，凉吗？车子有凉哈？凉哦。圆圆你也凉哦？在照顾圆圆。哦，你在照顾圆圆哦，这么大，好了。好的，我们的打气机补下去。那我要回车上重新插气一下，我刚拔掉了。这个一定要插在车子原本的这个洞里面。要插在洞里面，补个气。哎呀，圆圆又跑过来了。慢，顾一下他，等一下跑下来。补个气，以防万一补满一点哦。好的，我们先用车子咯，那先这样咯，拜。